OK， 我们再重复一次。嗯。OK，大步先。OK。OK，我想知道剪刀步，你先赢我。哦，我先赢你。啊。OK。所以他叫换了教练，就是因为他允许你赢他。OK， 好。OK， 一二三。 赢。OK， 一二三，赢，一二三，赢，很好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做大动作，大动作呢就是可以提高那个体力的运动量。哦，大动作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剪刀，石头，可以摇来摇去。OK， 还有布。哦，所以比较大的动作。伸展的这个几率就比较高，对，可以提高运动量。是，OK， 我们先大步先，一二三，赢，一二三，赢，一二三。